我叫阿义，是阿文的朋友。小兄弟，有什么指教吗？关于阿文保证金被没收的事。小兄弟，有什么事找阿鹏谈。我今天不是来耍流氓的，你不要插手。你跟阿文乃，我们已经知道意思了。你是要站着说，还是要坐下来谈？ 就算坐下来谈，对象也不是你。就算坐下来谈，对象也不是你。就算坐下来谈，对象也不是你。不要打了。